蓝晨，下次见面要想好这首歌的名字啊。我早就想好了。魏莹，你记不记得在云深谷中处理过我什么感觉？不过在那个时候锄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世上之事，是否都有定规定法？修习系统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魏婴，停下！觉得我现在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？魏无邪，你真的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春晚水过千山，如几人茫茫，是与非都过往，醒来了就当他梦一场，红尘中回忆的是去量小小雪热到风凉，山高水远又闻清香，沉浸未决，想世事多无常，煮一壶